们笑了吧。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胡子老弟。今天呢，我们团队的一个小伙伴回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仙仙。哦，我因为从四川回来了，在家自我隔离，隔离结束了，然后回到我们公司。之前我都是在幕后做摄像，每次看到主持人品尝新疆美食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偷偷的去吃上两口，那叫一个饿啊！胡子哥让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要走在台前，以后我会拿着相机拍出我们最美的新疆，最真实的新疆，请为我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伙伴西西。在以后呢，我们这个节目呢，我们三个人都会出镜，当然还有一个小伙伴他还没有来哟。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呢，就是为了介绍我们的仙仙大佬，以前呢都是他扛着机子哟。行，那就这期视频在这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